不熟悉路况，结果撞毁了限高架。桃园一名驾驶昨天开着游览车，因为一边在使用卫星导航，没有注意到这个路段有限高架，导致一不小心直接把限高架给撞断，所幸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。绿色游览车直直往前开，完全没有注意到上方有限高架，下一秒直接就把车辆管制设备给撞断，撞击瞬间还扬起大量尘土。 游览车上方玻璃整片掉落，前排栏杆还歪斜露出，超超巨大破洞里面看几乎能把内部设备看得一清二楚。这惊天一撞就发生在1号下午4点多，当时这名56岁的梁姓驾驶开着游览车从龟山区南美街要右转南上路时，因为不熟悉路况就使用卫星导航，不过他并未注意到这个路段有车辆管制设备，才会一头就往限高架撞去。民警到场处理，梁姓驾驶人左侧指为零，全案依规定处理。 警方呼吁用路人驾驶车辆应注意道路标志标线，对于不熟悉路况要特别小心车前状况，才能避免类似情形发生。所幸整体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不过这一撞客吓坏在场所有民众，更有人提出建议，应该要加强跑马灯，告知大型车辆这里有限高架，才能避免意外一再重演。记者林柱强台湾报道。